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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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教务长慈悲，各位法师，各位同学，南无阿弥陀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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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请放掌。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内容，就是这一篇往生极乐的条件，我想我们就先不谈其他的，先把这一篇呢，我们来把它念一遍啊。大家啊，请看啊，往生极乐的条件，弥陀净土啊，57页，再怎么极乐安乐，如果不能令我们往生，等于画饼充饥，毫无意义。往生极乐的条件，依据第十八愿所言，设我得佛，十方众生至心信乐，欲生我国，乃至十念，若不生者，不取正觉，唯除忤逆，毁谤正法。此36字之中，至心信乐欲生念佛，是往生极乐净土的要素条件。具备这4项条件，就能够往生。然而，这4项条件，有学者解释得很繁琐、很驳杂，反而令人不易明白而不得要领。其实它的道理很简单，很容易明白。以及只要真正至心的信受弥陀救度信乐，真正的愿生弥陀净土欲生，真正的专称弥陀佛名念佛，如此而已，既简单明了，又易解易行。前提是信。极乐净土既然那么美好，谁不向往？谁不欲生？除非不信之人。至心的信，自然就有乐，并且至心欲生，此后只要专一念佛便可，即是信愿行，而最后归结在行。如善导大师说，一向专称弥陀佛名，又说众生称念必得往生。浅而言之，至心信乐是真正相信而生欢喜，欲生我国是愿生弥陀净土，一旦往生，必至灭度，证入涅槃。这么殊胜美好的净土，令人喜乐愿生。乃至十念是只要念佛，不假于法，简单容易，故念佛往生的净土法门，被赞为易行道。有信就有乐，有乐就有欲生，有欲生就有念佛，有念佛就有往生。出发点在于信，只要信乐欲生念佛，必定往生。弥陀大悲，一点都不为难任何众生。往生弥陀净土的条件就是这么简单，这么容易。
有条件等于没条件，美好的极乐世界白白的送给任何众生。可说弥陀的救度是主动、平等、无条件。往生极乐的条件在约尔眼之只有二项，一是欲生愿生极乐，二是念佛上进一行下至临终之十生五生一生一念亦得往生。欲生与念佛的前提在信，信受弥陀救度，信受极乐殊胜，信受念佛必生。既然信受而欲生，则念佛根本不是问题。只要开口念佛，有谁不能？若是哑巴或是病人，也可心中念佛。念佛不是问题，则往生也就不是问题。既然不是问题，即是简单、容易、浅显，不繁琐、不困难、不深奥，不论何人都能做到，都能达成，都能无碍往生。至于犯忤逆、诽谤正法者，除非至死不悔，才会不能往生。因为使逆者不逆，谤者不谤，正是佛教的精神所在，也是弥陀大慈大悲的目的。如观经下品下生之忤逆罪人，临终至心念佛，当下重罪消灭，往生极乐净土。可见犯忤逆罪，只要自心悔改而念佛，依然往生弥陀净土。而诽谤正法者也是如此。诸经中世尊降伏外道的事迹比比皆是，外道多有谤法者，然皈依佛陀，依教奉行，亦能入圣得果。何况忤逆极罕谤法，若不谤法，何来出佛身学，破和合生？故忤逆谤法，除非至死不悔，否则回心皆往，不会因为一经犯逆犯谤就永被舍弃，不蒙救度。故庄严经言：常运慈心白有情，度尽阿鼻苦众生。善导大师法师赞言：以佛愿力，忤逆十二罪灭得生，谤法忏体回心皆往。第十八愿成就文说：愿生彼国，即得往生，住不退转。往生多么容易，住不退转多么容易。容易是净土门之所以称为易行道的真意所在，也是弥陀威神功德的最高表现。至时十方诸佛皆共赞叹。如大经下卷言：十方恒沙诸佛如来皆共赞叹无量寿佛威神功德不可思议。无量寿佛威神无极，十方世界无量无边不可思议诸佛如来莫不称叹。威神功德只是弥陀救度众生的力量，力量广大，致使十方世界任何众生往生容易，正果容易。如此容易，诸佛怎能不赞叹不劝往？然而众生仍然不信，可见罪业之深，业障之重。有学者弘扬净土法门，往往将易行道与难行道混为一谈，把往生的条件讲得很高很难，使念佛人
妄想兴叹，半途而废，不免上为弥陀发愿的本怀，下悟众生得救的机缘。其实能使无力之人往生，绝望之人获救，如下品下生的根基，只靠念佛亦能远离流转之相，还归涅槃之界，才是弥陀佛为众发愿的本怀，也是一行道真正精神之所在。第十一愿说，设我得佛，国中天人，不住定居必至灭度者，不取正觉。第三十九愿说，设我得佛，国中天人，所受快乐不如肉尽比丘者，不取正觉。第十一愿保证灭度，灭度是入涅槃，则生死之苦消灭，而进入绝对安乐自在的境界，等于是成佛。第三十九愿保证灭度之前，身心快乐，无忧无苦，毫无烦恼，也就是肉尽。极乐圣众有这两项保证，这两项保证就够了，足够满足我们所能想象的最高希望。四十八愿中，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第十一愿与第十八愿。第十一愿保证一旦往生极乐，全部都能成佛。第十八愿保证十方世界任何众生，只要愿生成灵，必定往生。第十八愿念佛往生极乐净土，都是化身。大经下卷说明胎生化生，胎生是以疑惑心修出功德，愿生彼国；化生是明信佛智乃至圣智，做出功德，信心为相。第十八愿念佛往生是至心信乐，欲生我国乃至十念。至心信乐当然没有疑惑心，也就是明信佛智。佛智即是阿弥陀佛救度十方众生的力量，任何众生只要念佛必定往生，正是弥陀威神功德不可思议之所在。乃至十念之念佛，就是做诸功德，因念佛是无上功德故。而信乐欲生，就是信心为相，故相信念佛必得往生，而念佛往生都是化生而非胎生。极乐世界的众生，其身心相状如何？以下三段经文略可说明。大经一正涅槃之文，彼佛国土清净安稳，微妙快乐，赐以无为涅槃之道，其诸声闻菩萨天人，智慧高明，神通洞达，显统一类，行无异状，但因顺于方，故有天人之名，颜貌端正，超世稀有，容色微妙，非天非人，接受自然虚无之身，无极之体，无量寿如来会无差别相之文。极乐国土所有众生无差别相，顺于方俗，有天人名。大阿弥陀经同证涅槃之文，八方上下无央数佛国，诸天人民及捐非软动之类，诸生阿弥陀佛国者，皆于七宝水池莲花中化生，便自然长大，亦无濡养之者，皆使自然之饮食，其身体亦非世间人之身体，亦非天上人之身体，皆积众善之德，吸受自然虚无之身，无极之体，殊胜殊好无比。这一篇呢就到此为止。这一篇都是白话写的，
很浅显啊，当然几个地方需要稍微解释。譬如说一开始我们讲极乐世界都是化身，没有胎身，可是呢在66页倒数啊第五行就说第十八念佛能极乐世界都是化身，大经下卷说明胎生化身啊。那这里所说的胎生到底又是什么意思？各位莲友，这里的胎生大家了解吗？它不是真正的胎生，它是譬喻。大家只要看无量寿经下卷最后面有个胎化段啊，胎化段那个经文是在说明胎生跟化生的因果啊。也就是说如果是念佛，也就第十八愿所讲的专念佛专依靠阿弥陀佛往生的话呢，都是化身。为什么呢？他等同于没有对阿弥陀佛怀疑啊。那如果不是专念佛，以其他的功德，自己所修的功德来回向往生的话，那就是胎生。那胎生呢并不是胎卵石化的胎，是譬喻。譬喻什么呢？因为这样的往生当下不能见佛，不能闻法，不能见诸菩萨，好像虽然是人身，但还在母亲的胎子里面，还没生下来能够见到这个世面，所以形容为胎啊。这是一种形容的一种譬喻。那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要讲这一段？主要就是要人家晓得有这样的不同，因此呢让我们晓得就要往生极乐世界要专靠阿弥陀佛的威神功德，专靠阿弥陀佛的力量啊，要专靠他，要往生他的极乐世界。你不靠他，那靠自己，那能够往生吗？不能够往生。所以主要是要我们专念他的名号。那么专念他的名号跟信跟疑啊有什么关系呢？信跟专是一体的两面，内心对阿弥陀佛的佛智相信的话，他就会专念弥陀名号。阿弥陀的佛智是什么意思呢？在无量寿经有谈到五个智，就佛智、不思议智、不可称智、大圣广智啊，就这五种智。那么这五种智呢归纳起来就是佛智。那佛智，佛的智慧啊，佛的智慧，如果论佛来讲的话，他的智慧就般若，所谓真如实相第一空啊。那对我们凡夫来讲，怎么理解、怎么接受、怎么相信呢？非常的简单容易，只要相信阿弥陀佛能够救我到极乐世界成佛就可以了啊。像我们自己，我们自己是怎么样的众生呢？罪恶生死凡夫啊，即使出家学佛修行，老实讲没有一个能够断烦恼的，不用说破见惑，连福惑都很难。自古以来修行人如牛毛啊，修行很多，但是证悟者解脱者如麟角，很少。又是末法时代，我们这一种根基离开生死论那是不可能的，成佛是遥遥无期的啊。随着这个正法时代的这个遥远，也就是说佛陀日灭到现在两三千年了啊，随着离开佛陀时间的遥远，可说呢世风日下，如江河日下。所以以我们现在在这一种环境、这一种根基的修行，是不可能离开生死轮回，不可能成佛。可是
阿弥陀佛他的力量，他的佛智，他的力量能够很轻易的让我们离开轮回往生成佛，那可见阿弥陀佛这样的力量啊，力量这样的佛智大不大？我们这样的相信就可以了，他能够救得了我，使我离轮回证佛果，这样就是阿弥陀佛智之所在啊。所以这个佛智显现在阿弥陀救度众生的力量上，佛的智慧啊，佛的智慧有所谓三种智，就是一切智、道种智啊，一切种智啊。那么也说根本智、根本智跟厚德智啊，这个一切智也好，根本智也好，是讲这个空性的智慧，也就是法的自性和空性啊。所以佛的智慧根本智，就佛的这个智慧，流露出佛的慈悲救度的力量，这个叫做智，这个知末智啊。那么佛的这个智慧显现在哪里？显现在他光明的救度、慈悲的救度。啊，智慧也好，慈悲也好，是一体的两面。那么智慧也好，光明也好，也是体跟相的这个差别。所以这个佛智显现在他对于救度众生的功能利用之上的啊。那么我们相信佛能够救度十方众生往生极乐世界成佛，等同于信佛智。那即使这个理解不来，能够专念他的名号啊，所谓前通佛智，暗合道妙的，所以信就不疑，信就会专。那会杂的话，不完全靠阿弥陀佛，或者是一半靠阿弥陀佛一半靠自己，那表示对阿弥陀佛还不够相信，认为阿弥陀佛力量不够，他救不了我，必须我加阿弥陀一把力啊，所以必须我修这个修那个来加以回向，阿弥陀才救得起我，这样呢就是等同疑惑佛智，疑惑佛智啊。那如果真的相信阿弥陀佛的话，此后呢就会所谓的全身靠倒，通身放下，就专念他的名号了。为什么？这一句名号跟世间的名号不一样的，所谓假名实相是完全不一样的。这一句名号跟阿弥陀佛所谓名体一如啊，名即是体，体只是名，阿弥陀佛的这个本体跟他这一句名号是一样的，一样的，哎，所以这一句名号呢，具有阿弥陀佛因地所有的修行的功德，我地成佛正觉所有的力量，通通在这一句名号当中。所以这六个字，那么阿弥陀也叫做万德洪名，可以说是阿弥陀所有功德的结晶。其实名就是体，体就是名，这个是佛的境界。为什么？佛已经成佛了，所以他能够所谓理事无碍，事事无碍，融通无碍，不相阻隔。所以这一句名号就是阿弥陀本身，如果离开这一句名号，我们去哪里找阿弥陀佛，看阿弥陀佛，跟阿弥陀佛接触，不可能的。阿弥陀佛如果没有这一句名号，他怎么能够救度众生，让众生能够理解，让众生能够接触，那不可能的。佛本身是法身，法身无形象，不可思议，不可称说，不可形容的，他没有一个体形象啊。他要救度众生必须要示现，示现什么？以阿弥陀佛来讲，有所谓法性、法身
跟方便法身。法性法身是他本体，方便法身就这一句名号，所以这一句名号也是法身啊，也是法身。那这里的方便啊，跟那个正直舍方便那个方便权巧方便是不一样的内涵。这个方便是就这个救度众生来讲的啊，它也是属于法身啊，所以跟这个法性区别，说它是方便法身，也就是这一句名号。所以名号就是阿弥陀的这个本体。我们念那么阿弥陀佛，接受弥陀的救度，等于接受阿弥陀所有的功德。那要往生极乐世界成佛，如果没有佛的功德，怎么能够往生，怎么能够成佛呢？那如果靠我们修行，老实讲，我们会修行吗？谁在修行？我们所修的行都是有漏的，都杂补的啊。谭文大师说，这个凡夫人天所做的功德啊，若因若果，皆是颠倒，皆是虚伪，是故名不实功德。人的这个善恶因果跟天的善恶因果，从佛的境界来看的话，佛的立场来看的话，都是颠倒的、虚伪的，都是杂堵的，都是有漏的。那么极乐世界是什么境界啊？刚刚讲极乐世界是无量光明土，无量光明土就是阿弥陀佛的智慧的土，也是无为涅槃的境界。那要进入那一种境界，靠我们功德的回向怎么进去啊？都必须要靠阿弥陀佛的力量，这个叫做明信佛智，这个也叫做第十八愿所讲的自心信乐啊。那么第十八愿所讲的自心信乐欲生我国乃至十念，刚刚讲的就是四个条件，这四个条件是积极的条件。那么唯除逆毁谤正法是消极的限制，但所谓积极的条件四个，其实呢也不是四个，就是一个，就念佛啊。那念佛它很容易很简单，有心就能够念佛，它没有限定说要怎么样的念，念到怎么样，它没有。阿弥陀救度我们，如果它有一个门槛，有高的标准的话，阿弥陀佛呢就没有慈悲，也没有智慧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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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